听我什么鬼？但没想到是这个鬼鬼祟祟的那边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们多后悔，早知道耳朵贴在门上听啊！你设置选对会，然后独独把黄伟哲落掉，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。既然选对会已经做出这么奇怪的这样的一个判定之后，那接下来黄伟哲面临的恐怕不止这件事。所以他到底会不会换掉啊？我个人认为到最后